就好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不用想太多。对你，我们这个年纪了，就不要想太多，过自己的日子。所以我常跟学生讲，出来画画，每天忙，你不要看，然后不要有家庭的纠纷，也很累哈。家庭的那种，我都认了。丈夫之内是丈夫，对呀、啊，丈夫外就妈妈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有时候不要想太多。那我认为我们当婆婆的，也就只要他们有那个有顾家，哎，他们有顾家，他们要去旅行干嘛？他有能耐就给他去，哎，那恭喜他，我儿子很会赚钱，他要到日本，看我儿子常常去日本，恭喜他们去、啊。有时候会想，他都没有约我，很不平。可是想想，他又拿钱给你，爱去哪里去哪里啊？老师现在不一样哦，对呀、啊，跟宠物争宠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有时候想想，不要不平衡。宠物争宠，我是觉得。没有听到。对。我跟你讲啊，最近的话，我儿子一回来，跟那个狗在跑，在擦。我跟我老婆说。如果是我们年纪大的话，你怎么想法跟我一样？对不对？还要擦吗？可能不会擦。我昨天儿子说，哎，皮皮过来，来哥哥跟你擦屁眼。我说，哥哥，那以后妈妈老了会帮我弄啊。妈妈，你会动，那狗不会讲话，你的弟弟。他说狗很可怜，他不会讲。老人家跟小孩子讲说，以后你对、对我像对狗这样就好。他会讲，狗是宠物，不是。我告诉你，狗它不会，它为什么会可爱？它不会讲话。老人家为什么得人嫌？它会顶嘴啊！因为老人家不是老了以后自己都不觉得哦，以后老也都一样唠唠叨。像我那天哦，拿一件衣服给我那个外劳烫，我说拜托你帮我烫一下，帮妈妈烫一下。我妈就念我，就开始念。你那什么衣服啊？啊，那种衣服你买来穿，就一直念我呢。我也说哦，我说很好看呐、啊，很时髦啦、啊，很好看呐、啊。那种衣服你也买，那什么衣服啊？就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就是为那件衣服就念好久了。我赶快跑，你知道，因为一直在就念那件衣服。还有哦，他二三十年前，哎，我跟你一起去买你那件衣服呢，那早就给我丢掉了。你要怎么讲呢？我给你一件衣服呢，我没看你穿呢、欸。那个二三十年前的，他还记得哦，那件衣服。所以有时候不要讲讲，他没有错啊。我可是因为年纪大了，不自主。对，没办法。我们要原谅哈，是不？我不敢顶他，我哪里敢顶？赶快跑哦！以前的妈妈哪里会让你顶？哪里有那么好让你顶的？你赶快要跑。时代不一样啦、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认呢、我女儿来的时候，每次都只要我女儿来我家，我每次都踢她的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生气啊！两个人争吵，他很生气啊！踢他的狗，踢他的狗，他也会生气哦。你为什么踢我的狗？我已经够生气啊！没什么问题，自己身体要照顾。你假如说动了他的狗，你跟那个狗在争吵，给他骂死。这个还好，我看他那只狗，我就生气。哎，你认识雅慧吗？哪个雅？佳慧做头发的，他妈妈跟你，他爸爸妈妈说跟你很好。我那天去给他弄头发，他说：“哎，阿姨阿姨，有一个叫什么？”杨慧我认识。对呀、他说你叫秀梅是吗？他说你认识吗？我说好像认识呢。我说哦，我想我说那个长得很漂亮那种，像贵妇那个。他说啊。位置擦地板。跪着擦地板呢，他说那个，那个是我妈妈的爸爸的好朋友。我说哦，这样子。他说有看到我们好像有群组里头给他看到，他有看到，提到你。他头发做得不错，他做得不错，他手艺很好。我给这家做那家做，全部头发都发质都坏掉。这次给他去给我修，他的手艺真的好。也乖啦，那小女孩乖，好。
有我有，你注意看老师有留一点笔触，没关系，但是呢，也要稍微给他擦一下哈，笔触太多就不好看了，有一点，因为他这个是残痕，还是会有一些笔触，已经很老，已经很那个了，很老的。它里面有虫蛀的那个洞哈，还是要留一点。我两三天去看一次荷叶，我两次去就摘叶回来。本来我也想说啊，不要教学来认那种源流式海浪过来。后来想想不要，还是教学比较快乐。一群学生陪着我，不要太多，五六日几乎都没有课，我都没有课哦。我不要排满满的，我都会多爱自己，还要创作自己的东西，要创作哈。那徐老师厉害呀、啊，书法、素描、儿童素描什么都教，还有什么落款。哦，样样行哦，很厉害，万能的哈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这个画界窄得很啊，画界窄得很啊，那、啊、万能啊，什么都教。这样他的钱才多。哎，钱才多。他在星光狮子林好像有一个班嘛哈，星光狮子林现在已经要被退掉了，为什么？他嫌说教室太窄。学生多吗？学生是蛮多的，教室太窄。老师嫌教室太窄。嗯，后来就到。哦，那边他退掉啊。当初应该这边没有教室，这边没有教室在庆隆那边。哎呀，对，还有未来。太好了。你也认识啊？很熟啊。哎，你是哪边的？新安，是新安哪边？东安里、新安里、华里三个里的。哦，在关渡区。东安国中、东安国小。关渡区的。走了嘞。这个是这个关渡区。他跟延智大学很有来头哈。元智是吗？对，他很会做公关哦，很厉害。他有去那边教。对。我哥哥他好厉害。他很厉害，他的公关做。他体力也挺强的。善终。我没有八十几岁，我不是做那个年纪，那现在还很多班吗？还很多。我们这也是上班的公司，在成都这边也很多人家。最有名公司，大老板，那就东市，南市。
东势谷就在那个东势谷，我想。在过来那边。请问老师，怎样用三麻笔、啊？对，小三麻笔。听到你声音，我没有看到你，先听到你。你刚才我问你没听到。就三麻笔，小三三麻。那刚才用那个大的是什么笔？啊，那大只的那只。这个蓝竹笔。嗯对啊，我们经常都是西西的。徐老师好像很多小朋友，好像蛮多三个女生。那我们一个就掉不出去，那三个都好好卖。对呀、啊，徐老师，他提的很好。我们一个舍不得啊，啊，就卖不出去耶。三个我是女儿，46了还不嫁，70现在都降五代。46岁，对啊，46人次，哦，那你啊还没，不用讲太多，对啊，这个我也对啊，他们是这样。我儿子结了婚了，就都快十年了，那不赶快生？现在很多都，你女儿多大了、啊？我女儿也34。34结婚了吗？就还没呗，这一个都卖不出去。我那徐老师三个七老八老的卖，也不结婚，没有正常。不管他，儿子结了那么多年还不搞事，你看老师神来一怎么不一样命运呢？结婚七八年，人家问我说我们学四类要什么，免得人家一直问东问西。啊，你请不到你们的吹风机嘞？赶快吹风机，别人什么都不会讲，什么都骗。喂，那边黑板的左下角那边有个插头。对。